看看新闻网。Hello， 各位娱乐新天地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林宥嘉。自2011年8月林宥嘉的神游演唱会开唱以来，票房一路飘红。10月22号，林宥嘉现身上海，宣布2013年3月将在上海加场演出。同一天，女友邓紫棋也在上海为新专辑做宣传。对于这样的巧合，林宥嘉表示，身为歌手，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作品得到认可，并不想让恋情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这些